新冠肺炎目前事态险峻，连我们最喜爱的 NBA 都因此停赛了。防疫期间，我们落实好戴好口罩的动作。平常时候呢，就尽量远离人群，然后呢，说话彼此尽量至少有1公尺以上。维持正向心态以及良好的运动习惯，做好完整的防疫动作，才能够保护自己，同时也保护所有的人。希望大家一起度过难关，很快就会有很多精彩的运动赛事再度回到我们身边了。